老师好，在此和老师介绍南一化学总复习新书的特色说明。我们的总复习新书总共三本，分别为 EasyGo 讲义、智慧型讲义、宇宙攻略讲义。首先是 EasyGo 讲义的说明。本书定价为330元，选题难度为基础难度。EasyGo 的特色主要有四点，图表是重点整理，先想再做花边，新题型，素养演练。将重点以表格与图片整合，阅读好理解。例题旁有先想再做小花边，解题观念提醒。多元题型与混合题附有非选题评分标准，评分有依据。学测素养演练与混合题型、大考题型全对应。学测能力参考试卷附有混合题作答专区。大考中心授权参考试卷专区与答题卷。再来是智慧型讲义的说明。智慧型讲义定价为330元，选题难度为中等难度，附有业界独家跨业合作前插本。智慧型的特色有泛阅读前插本、复习概念图、思考策略与多元练习题。南一书局与泛科学社群平台独家合作。取用泛科学文章新编对应混合题，增加阅读知识。章前复习概念图串联整章知识概念。例题附有解题思考策略。素养与混合试题专区附有非选作答评分标准。大考中心授权参考试题也附有答题卷习惯大考作答方式。再来是周攻略复习讲义的说明。本书的定价为360元，独家附有非选题的线上免费批阅平台。本书共有五个特色，为每周攻略、课纲精神导读、化学探究、跨科题型与云端连结批阅平台。编写核心概念目标以每周定量复习达到稳定进步的效果。独家设计由课纲出发进行内文编写，推估大考试题有所依据。学霸笔记与关键重点内容补充于重点旁。将相似名词与化学大探究单元及合作一起比较。选择题选项逐项解析，业界最详细。与混合题型，混合题附有评分原则与线上批阅序号，由作者亲自批阅非选题答案。业界独家跨科题设计，适应最新学测题型设计。非选题附有线上批阅序号，可以将解题内容上传，由作者本人亲自批阅。书末附有大考中心授权示范试题与参考试卷。最后为老师整理一下三本复习讲义的差异与总览。三本书主要差异为 EasyGo 讲义的选题相对其他两本较为简单，而智慧型讲义有业界独家与泛科学合作前插本，大量的素养题型练习，周攻略讲义则是注重定时定量学习，与独家跨科题型并且附有线上批阅平台可使用。以上就是南一书局的总复习新书报告。南一书局感谢一路有您。